个呀，是咱家小伙伴小颖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各种面食。那能有肉香吗？不是挑食，我跟你说，咱家小伙伴都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同学全给咱们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我就爱吃面食。安排早饭，我们先给小胖来一盘可爱的卡通馒头。哇哦！软绵绵的，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番茄意面。很美味哟。午饭嘛，就给小胖来一碗冰面糖的牛肉番茄刀削面。哇，真香呀、这牛肉块也太大了，那还用你说呀？这个金面堂的原汤牛肉面采用的可是真材实料原汤慢炖，这个肉啊采用的是牛腩肉，肉足块大，这个面呢采用的是非油炸的刀削面，口感非常好，而且啊不容易坨，就连这里面的小菜用料也非常讲究，最主要的是口味也很多呢。刚才你吃的是番茄牛肉面的，还有牛油川辣面和泡椒牛肉面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哇哦，怪不得这么好吃，我还要再来几口。棒棒的。到了晚上，就给小胖来一个草莓面包。今天吃的真是美滋滋啊。